你是姐，你不认识我，我就是那个小那个小张。嗯，你在这干嘛呢？等人？男朋友啦？哦，不是，第一次见，相亲。哟，就凭咱这长相，这工作，你还用着相亲呀？您平时眼光肯定特高吧？来来来，我看什么样的人才能入您的法眼？哟，这不那个杨汉生吗？你认识他呀？岂止是认识，他是我高中同班同学。哎哎，那你说说，他这个人怎么样呀？哟哟，看来您这是要认真了。既然决定跟人家见面，肯定是要经过慎重考虑的。哎，不过他可不一定符合您的要求。让我看看他上面怎么吹自己的，我帮你看看，帮你参谋参谋。这上面写着，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，已经在影视行业里工作两三年了，名牌大学，工作也还不错。这倒对。哎，不过你知道吗？干他们这行都特忙，起早贪黑的，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。热爱工作是好事啊，说明他这人勤奋，有事业心。可不是，你这么努力，能挣到大钱也就算了。他这几年可没挣了几个钱，拍电影的挣了挺多的吧？那得看什么工种了。他要是演员能挣着钱，他就一编剧，拖欠稿费那是经常的事儿。他还不着急催，说什么享受创作乐趣。嗨，我看他就是嘴硬。哦，这上面还说他喜欢音乐，热爱收藏。我觉得都是一些挺文艺的爱好。我正想跟您说呢，他这人啊，挣着钱还特能花，花钱吧还不买吃不买穿，买一堆非得买一堆 CD。他这也不算什么烧钱的爱好吧？你得看看什么规模啊！他从初中就开始买，现在少说也得有4000-5000张 CD 了。你想想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4000-5000张是有点多。不过这上面还写着他喜欢运动，尤其喜欢足球和健身。快别提这足球，他这人成天熬夜看足球，记足球有关那些比记女朋友生日还清楚。他不光看还踢，一踢球就把手机扔一边，2小时都联系不着人。哦，那这样也挺好的呀，强身健体，起码身体健康。你是不知道，他为了健身过上多变态的生活，每天下午5点必然在健身房，想约他吃个饭都贼难，这不吃那不吃，说是怕影响效果。哦，这不也挺好的吗？自控力强，生活也规律。啊，对了，这上面写他是处女座了吗？这个倒是写了，不过我觉得处女座挺好的呀，心思细腻，追求完美，超爱干净。他这人啊，就是一典型处女座，记性特好，别人几十年的黑历史都记得。他这人啊，别提多讲究了，吹毛求疵都是夸他呢。哎，听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更想见见他。别别别，他这人还有好多毛病呢，我接着跟您说啊，就说他这自恋嘛。